极速满贯新干线啊，尾二系美丽攻略啊，暂时包尾仍然系嗰只威武勇区嚟噶。去到对面直路尾过呢个600米段处啦，美满星云啊占先少少，欢喜复星啊第二位，大家位置变动。上面都是冇喐过嘅，超劲宝宝第三，外边第四系马骁雄啊，第五位埋边啊粉红衫有劲叻仔啦，咁啊见到外边走上去有威武良驹开心汉子啊，后多层啊嘛，攞埋出去外边咧就极速满贯嗰啲嘛，咁啊再后边先有武林至尊美丽攻略包尾入直路威武勇驹啊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啦，前面咧透出嘅嘛，中间马骁雄外边极速满贯上咗嚟，两只马中间有武林至尊内栏劲叻仔，马林中间仲系只威武勇驹，最后百零米武林。至尊透出外面极速满贯，入面上嚟仲有呢只威武勇驹，接近终点第一名，相当接近啊！外面武林至尊咁啊，换晒脚跳下跳下噶啦，入面威武勇驹，咁至于第三名嘅马咧，都好近噶，外面有嗰只极速满贯，咁啊换咗脚有少片噶啦，中间马骁雄入面劲叻仔啊！终点前嗰步好近啊，一就落好多飞嘅威武勇驹喺入面，中间就潘顿武林至尊入面。